折的气球是小狗，幸运牌卡是更为山挂，提醒我们要停下反思，以终为始哦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60气球一条，打气筒一个。将260气球充气，尾端预留约10指宽。好，在吹嘴处的地方，我们先折三个3指宽的单泡结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。接下来把2、3泡的单泡弯曲扭转，一起成双泡结。像这样，这样就完成了它的脸部跟它的耳朵。我们接下来再折3个3指宽的单泡结，好，将2、3的单泡一样再把它对折扭转，这样就完成了它的前脚。好，我们再继续一样的动作，再折3指宽3个单泡结，一样将2、3泡我们把它扭转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的尾巴挤一颗小球，挤到后面，然后把它拉一拉。好，我们的小狗就完成了，来换你试看看吧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